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抱着点东西呢，又走表姐那边来混烧屋来了。这个是朋友给我弄来的那个汾酒，刚才都没喝过，还是跟表姐夫老两口过来上旋噻。这个啤酒呢是在大理那边带起回来的，我感觉这个口感还都还可以，性价比也比较高。这个宣化饼呢，应该表姐喜欢吃，里头都是加的玫瑰哦，是吧？抢毛毛。姐夫，耶，这个菜都弄好了。哎，哦哟，把这么多来呀、啊！哎呀，那你不啰嗦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还是要带点来才个。来，就是嘛。朋友们，今天整的丰盛哦，水煮鱼，哦，酸菜鱼，回锅肉，这个是毛毛豆，这个是茶豆，炒了个豌豆尖，炒了个瓢儿白，还有点花生米，喝两口的。张叔啊，嗯，你哪个是吧？还可以。他不的啊？这个你要问小丽了。差不多。给我。嗯，整了个好东西，表姐整嘛，嗯，好，来吧，来，来，这个，来，来吧，朋友们，喝起。嗯，这个天气能不下冻的，当冰下冻了的。哦，姐，那么这个花生炸到黑色的时候，是不是炸到九糊了？没糊，是黑花生。你啥子啊？你没有背我哈，我怕好吃吧。嗯，十二多香，我买的是那种炸糊个了的。后面来哦，花生下酒是越走越有哈。我说表姐炒糊个了，他就喊我伯来看。哎，当真是何叔爷说的，相信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表姐我都吃好个了，我还是把这点酒干了，我还是抢忙忙了哈。还是屋里的红烧干饭安逸，这个红烧没明天，还有米汤喝，这外头是。不一定能吃得到哦。这个呢是小李炒的回锅肉，油多个点，还是多好吃的。这个呢就是毛毛豆，有些地方呢喊那个啥子狗爪豆啊，有好多朋友都不晓得啷子吃，其实就掐点蒜苗子啊，放点酒，把它香到香到就吃了，下饭下酒都安逸哦。每次吃酸菜鱼呢，这个鱼呢都下得最快的。这个酸菜呢有啥东西哦？又下饭又下面哦。
还要炖馒头，泡了点米汤，来哦，蒸馒头去哦。那个小李呢？来，炒到十九九的，好寒。不要说吃快点，又只有你收桌子啊！我爸爸都在山上等你了。等一下嘛，把你碗吃了就行了嘛。小雷，今天街上那个卖盐麦的可能都打死个了，是不是？上次你来我屋头，你说没得盐的，这次给你放重点儿呢，你又说盐巴不要钱。来，不要说我来，你快跟我爸爸在山上去耍去。我在山上去耍去了。嗯，那要得嘛，红梅，我就去山上找我姐夫去了哈，我们就拜拜了，慢慢去了啊。